吃那个大哥壁蒙古烤肉，现在啊，烤肉加火锅，还有自助吧，只要299，还不用收服务费。好久没有吃蒙古烤肉，我们今天来试试看。今天就专攻牛肉就好了。然后我们上去吧，在三楼。最后吃完这个冰跟水果做一个 ending， 我觉得今天这个299，假葱霸可以，但是没有那么精致，是可以来尝试一下，然后你可以再挑战什么其他的更好的蒙古烤肉的店啊。好，今天就到这边。